来，各位同学，好，我们打起精神来啊、哦！最后一堂课程，今天的最后一堂课程了啊、哦！有人晚上还有课吗？啊 ？OK， 啊，上什么课？不重要，不重要，公式。好，来，各位，好，再把荧幕借给我一下咯。好，因为我们接下来，虽然我们刚才讲了哦，就是这个星星的星星哦，有点太复杂了哦，指标的指标哦，给各位同学做个参考就好了哦。指标的指标，指标的指标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我指标的指标那一个第二个指标是先指向第一个指标的门牌号码，好，然后再从那个资料呢去指向原本的门牌号码 ，OK， 好，所以呢，这个是给大家做个参考的哈、哦。那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个小小的练习题，这个你们以前练习过了哈、哦，我们来看一下，原本的应该大家都有了哦，在这里。一样、哦、前面标头档，那别忘记，因为我们多了一个什么 set w， 所以要多了一个标头档 iomnip， OK， 这你们之前应该期中报告也用过了、哦、好，我跟记忆体要了一个空间，用 new、哦、用这个整数的动态空间，然后用这个星星 i 跟星星 j 去干嘛？去给它指向、哦、这个新的记忆体空间。好，那各位，当我指标是有说星星 i 的时候，就是那个记忆体里面空间架里面的资料，从一开始到小于十，过程都干嘛？加加 i， OK。第二层回圈，从一开始 j 从一开始，一样 j 小于十，加加 j。那跟我们以前做法一样，我们就把它列印出来 ，j 乘以 i， 哦，那会等于这两个相乘实际的结果。那用这个方式去做出九九乘法表，好、哦，这就是指标版的部分哦。OK， 那请大家下载一下，透过简单的练习哦，秀给我看哦。反过来的九九乘法表，反过来的九九乘法表啊、哦，啊、哦，要长得像这样子哦，各位，要长得像反过来的九九乘法表，好、哦，那怎么做？其实很简单嘛，练习题，啊，练习五啊，那个音量太大声音，因为口罩戴着。来，阿奇医生来一下，我要练习了。你们 open exercise 那个第五章哦，五之五，我把它改写变成是倒过来的九九乘法表。改写变倒过来的九九乘法表，哎，你为什么可以看我的那个？好，好，帮我按赞，好，非常好。你没有按倒看是不是？可以吗？哦，其实很简单哦，把这一个 for 从不知道从一开始变成什么，就往回算嘛，就可以了，对不对？试一下，哦 ，OK， 没问题。好，好，大家练习一下，第五个练习，五十五。要
从九开始，然后要干嘛？要大于多少？大于多少？九开始，然后大于多少？然后减减 i， 减减 z， 对不对？对，好，没问题。太简单了 ，piece of cake， 是不是？好，完成了，帮忙大家，帮忙隔壁的同学一下。哦，从九开始，然后减减，然后再是要多少？要大于多少？大于零嘛？对，积分。好，这个用尽全力这样子的，好了，一样子。还不错 ，OK。对他来讲太简单了，是吧？好，这个是用指标的方式哦来做这个进行的、哦。好，相信各位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好，我们要继续往下走。这一个问题呢，各位看一下。屏幕上面哦，这一个问题叫弹珠台的模拟哦。那各位，你们可以思考一下哦，像这种题目呢，怎么去让它写成哦，写成程式，然后就是说这个球掉下来之后，到底会跑到哪一个 A B C D E F 哦，哪一个槽哦？那假如有 M 颗的话，那它的几率分布到底会是怎样？OK， 哦，这个是可以用程式去写的哦。那这个给大家做一个范例哦，我们下一次可以讨论一下。好，但是呢，请各位帮忙我，既然学会了第五章，来各位，请帮我打开第六章的讲义，因为我们第六章呢，其实在讲。矩阵的部分呢，有一部分后面先跳过去了。为什么？因为它跟阵列有关，跟 point 有关。好，我们来看一下，快快快！啊，你们要再重新下载是吗？哦，好吧，那荧幕借给我好了。好，哦，我忘记你们每一次那个电脑，好，那个重新洗。它就会变成啊，颜色怪怪的，真的吗？老师的电脑太老了，老师这一台 notebook 已经第七年了。好，来各位看一下啊，刚刚我们有讲什么阵列？跟指标的关系，所以我刚才不是说吗？我们的一个 P 星星 P， 它可以指向一个阵列，哦，可以指向一个阵列。那我们比较推崇的写法是这样的写法，就是说什么？各位有一个整数的指标星星 P。它要去指向谁？指向这个 F O O 阵列的，这是什么意思？来，我们找第二位同学好了，好，好，来，你觉得这样的写法是什么意思 ？F O O 零是什么 ？F O O 零，我们有说过阵列的编号从。说开始，从零开始嘛，所以这个是编号里的元素，就是首个元素。那首个元素前面再加一个这个符号，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它的门牌号码。各位没有问题吗？好不好 ？F O O 零 ，F O O 一 ，F O O 二，对，好、哦。那加前面加一个 N 的符号，就是这个第零的元素的门牌号码。好、哦，在这里。
是第零等于中。好，但是呢，我要动用这个 FOO 阵列夹里面的资料，我要去偷窥它哦，或是窃取它。好，那我刚才讲是加星星 P 嘛，但是呢，星星 P 呢指的是第一个元素的五，那我要取用第二个元素二，这个怎么用？就是星星括号 P 加一。就是隔壁加一个门牌号码，就是隔壁这个门牌号码加里面的资料，就是通过星星。那我刚才讲你也可以用这个写法，但是呢，有笔的同学，有纸的同学，哎，先把我画掉啊。哦，我不太喜欢，哦，因为这个用法会跟，哦，其实会有点跟你的这个阵列的使用方式会有点打架哦。我比较喜欢还是用这个写法。你没办法在衣服上画吧？好，各位，这个 exercise 十呢，其实基本上它是列印同样的一个结果啊，哦。本来是 FOO 的元素啊，哦，从零到二，零一二，分列印出五二三啊，你改写成 P 的括号 I 也是一样，但是呢，我有讲过，我不太习惯用这样的写法，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哦，我们看一下这一个第六章 exercise 十哦，哎，在哪边？好，哎 ，exercise 这是第十个吗？我每次好像都用错。这是九还是十？老师，等老师一下啊。哦，好，这是九啊。好，各位，所以我们刚才有讲的，我有一个 FO 是五二三的元素啊，哦。那我用一个星星 P 呢，指向这一个 FOO 的第零个元素 ，OK。然后呢，多一个整数 I。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各位 ，C out P 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第二排第二位同学，列印 P 会发生什么？快快，旁边的同学拯救他一下，列印 P 会等于什么？各位同学，会列印出什么？一个门牌号码，就是十六进位的结果。OK。好，那列印星星呢？星星 P 呢？啊，会出现什么？啊，出现多少？五哦，哦，好，那我们刚才讲说，假如我要列印所有的元素，哦，你可以用这个写法，但是呢，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种写法，哦，我们在这边呢，帮大家一下，好。我让他一样缩排一下好了，键盘不听我的指挥，会这样子。好，各位，这个地方呢，我们习惯用另外一种写法，就是 P 多少？各位 ，P 要加 I， 好，用这种写法呢，我觉得是比较大家比较容易懂的一种写法。好，我们来执行一下。哦，没有错啊，各位。在这个地方呢，一开始这个 P 呢会列印的是这一个所谓的位置符号，然后列印星星 P 呢是等于五，那第一个回圈呢列印五二三，第二个回圈呢也是列印五二三，好，这个是给大家在做这个所谓阵列跟指标中间的一个连接哦，那这种的做法其实呢，就是接下来function会再跟大家讲哦，它在这个很大量的阵列的时候，哦，会有很好的一个计算的一个成果，哦，计算的一个成果。OK，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哦。那基本上
你也可以写成这样子，各位。哦，但是我是觉得，这种写法哦，我比较不建议同学这样写了哦。我还是习惯写成这样子，指向第零个元素的门牌号码。哦，这样的写法，你至少就知道这个 FOO 是一个阵列，然后我的指标是可以指向第零个元素。那老师，有同学会问老师说，老师，那我一定要指向第零个？这边我要写一、写二、写三，好，所以是很有弹性的，哦，很有弹性的。对，当然我写零是比较好，因为它就是针对一个。那你后面就是加一、加二、加三，这样子，好，好。那写这样子，我就觉得会有一点不太习惯，因为当你写程式写很长的时候，你会忘记这个 FOO 是一个阵列，哦。那通常就会不容易写对哈，不容易写对。好，那当然你阵列不能直接阵列加一样。我有说过，从老师名言是什么？对，阵列的名言是什么？啊，一个阵列一个一个元素要一个一个用嘛，对不对？哦，所以不能这样子。哦，你要加一，抱歉。哦，几个弄一个回圈。一百个元素就跑一百次加一，哦，就是这样的做法。好，那 FOO 为什么不能等于 VAR？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第二个，为什么？为什么 FOO 不能等于 VAR？ 为什么？你是故意的哦，欠扁哦。快来快，我刚才的名言是什么？对，哦，因为它都两个都是阵列。所以阵列要一个一个元素，一个一个元素，哦，好，可以吗？我的回答还可以吗？满意吗？可以，可以，喜欢，但是，就是有够欠扁，可以吗？对，好，来，各位，一维阵列，我们再 review 一次。假如我有 n 个元素，对，那 FOO 编号零、编号一、编号二 ，OK， 那我的第一个。元素的门牌号码用星星 P 去指向它，那这时候星星的 P 加 I 的加一加二加三就是加一加二加三就是它门牌号码隔壁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哦，用这个方式就可以去取得这个阵列的它家里面各个元素的资料。那二维呢？二维怎么做？二维会怎么做？二维其实在记忆体里面它也是一串的，它怎么做呢？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 R 乘7的二维阵列，所以它在记忆体里面呢，它会怎么做？它会先做7，哦，就是0到7，哦，00、01、02、03、04，一直到0C。好，接下来是什么？一零、一二、一三、一四、一五，一直到一 C， 对不对？接下来是什么？二零、二二、二零、二一、二二、二三，一直到二 C， 以此类推。他把二维阵列摊平成一样是一维的记忆体空间。所以呢，一样，各位，我们用指标指向第一个元素。好，这时候是二维，所以你要零零哦。好，那这时候你就用星星 P 加上 I 乘 C 加 I 加 J， 你就可以对某个 I J 的元素去取得它的资料，哦，去取得它的资料。那二维 OK， 三维也没有问题。哦，那当然太复杂了。对，它也是把三维拆成二维，再拆成一维，贴在记忆体的空间，这样子。对记忆体来讲，它没有二维、三维的观念，它就是一串，哦，就是一条街，哦，它的门牌号码是一条街 ，OK， 好，哦，所以对指标来讲，它就是星星，然后 P 加上某一个数字。那这边有多少个数字呢？就是
A 乘 B 乘 C 这么多个名字，好的，这么多个名字，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任意一个元素里面的一个。那当然，用到三维，哦，还要用这个就有点麻烦了，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范例 ，constant INT 二乘三的阵列 A。所以有一个 FOO 二乘三的阵列，然后呢，有一个星星 P 指向的 D 零的元素，哦，就是零乘零，哦，这个电泡零零的元素。那透过刚刚的游戏规则，你可以把这里面的资料呢去做一个加总，怎么加总？就是它元素的 I 加 J， 哦，比如说零加零、零加一、零加二、零加零。加一、加二，哦，就是它加一的分数，哦，这一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很传统的，哦，利用元素的方式去做加减乘除。那当然这个只是练习啊，你可以说老师，干嘛要用指标去做这么复杂的动作？没有错，需要，哦，需要。你可以写比较直观的做法，就是直接阵列的元素去做除。阵列的元素去做处理，所以这边很快的帮大家做一个所谓的整理，哦，整理在这边 ，OK， 好，哦，那今天呢，我是希望通过今天很快的一个课程，帮大家复习这一个所谓的指标的用法，哦，指标的用法 ，OK， 好，哦，指标再跟大家复习一下。指标指向的是某一个变数的门牌号码，那变数的门牌号码我要怎么取得？第四排第二位同学，我要在变数前面加一个什么符号？星星啊，是吗？老师要遇到我，要加一个什么 ？add 符号 ，OK。任何的变数前面加一个 and 就是它的门牌号码 ，OK， 好，所以星星 P 指向门牌号码，那我列印 P 会代表什么？来，来，我们这一排第二位同学，列印 P 会得到什么？只列印 P 的话，会得到什么？位置，没有错啊。第一批就是那一些所谓十六进位的门牌号码。好，来第二位同学，我先把你叫过去，好吗？来，没问题。那再一次，那假如多了一个星星 P 呢？它列印出来是什么？我刚才讲指标很要求，对不对？可以去干嘛？列印资料没有错哦，列印人家家里面的资料。好，我想指标大概操作就是这样子。那在第二个进阶就是跟阵列的关系，所以我去指向第一个元素，阵列的第一个元素，透过这个 P 加 I 括号星星，我就可以去取得第二个元素、第三个元素到第 N 个元素家里面的资料哦，家里面的资料。那我想一维搞的地，大概哦二三维其实会用到的几率会比较少哦。一维应该用的题目会是最多的 ，OK， 好，那这个是给大家做的参考的部分。好，后面呢，其实基本上都是重复的用法，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哦，在这个地方哦，常常可能会有同学会用错的，是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二维阵列。所以呢，我要让星星 P 去指向这个二维阵列的首个元素，我这边要写。好，我们下一排第二位同学，这边为什么是错的？这边为什么是错的？它是一个二维阵列，我要让星星 P 指向。它第零的元素，
学已经指出来了，少一个什么？赶快，旁边的同学救他，少一个什么？这样是一维的，没有错哈、哦，所以我至少要再多一个什么花号里，对不对？好、哦，这样才有办法指向第一个编号零里，就是第零个 row 第零个 column 的资料。OK， 好，那这个是给大家提醒一下的重点哦。这个假如是到二维的上面的时候，啊、哦，会用到这样的一个部分。但是呢，各位。这一页啊，给大家做个参考就好了。因为讲坦白的，我每一次教到这边呢，我也要复习一下。因为常常很少用这样的写法，比如说你现在写一个花号星星 P， 然后中花号三，那是什么 ？P 为指标型阵列，每次以三个整数为移动的单位。所以它一个指标会指向一二三个整数，哦，会指向三个整数，然后一次跳一个，啊、哦，一次跳一个，啊、哦，一次跳三个本盘 ，OK， 哦，所以有这样这么多复杂的写法，我就会很统整的跟各位同学讲，我说不必这么难过哈、哦，因为。后面呢，大概我都会是以观念的方式帮大家做后面比较复杂的 C 加加的程式的概念，因为我们的期末考就是各位那考题里面我会任选五题出来考试这样子，所以可能就不会像期中考试像会有多选择题啊，或是这些，期末考就是各位见真章的时候了。可以吗？不可以。好，完蛋了，我在摇头了。你们知道这个学期只剩下几个礼拜吗？下几个礼拜？这个今天教完的话，各位跟老师见面的机会只剩下四次。哦。哦。很快哦。那不包含期，这个到对，一个，到期末考之前剩四次了，很快啊、哦！你们的大学生涯第一学期即将结束，每年都被这个一下就追，又追一年又追一年，很快。刚觉得过暑假而已，现在又要过寒假了。好，提醒各位，哦，因为我想说大家累了啊、哦，提醒大家，我们还剩四个礼拜，好、哦，所以呢，在这个四个礼拜里面呢，我会把剩下的最重要的 function， 我会花很长的一段时间好好跟大家往带范例来做说明。那这个 function 跟后面的 class。就是各位在期末报告、期末专题哦，必须include的一个重点。你要在你的期末专题里面修改你的程式码，然后呢，另外要纳入 function。我知道有期组已经有纳入 function 这样的一个观念哦，纳入 function 跟 class 这样的一个写法，哦，让你们的期末的程式哦更为精进哦。所以你们还有四个礼拜。四个礼拜时间，另外呢，期末考就如同我刚才讲的，我们已经在学期初就公布了三十题，有没有人已经做了多少题啊？做了多少题？一直写了五题而已啊、哦，所以现在要团结力量大了，来，这个一组分三题，哦，三到四题，你们应该一个礼拜就可以搞定三十题了，对不对？有没有问题？怎么都没有人回应我？还想要继续上课是不是？没有。有没有问题？没有。啊，
好啦，好，那我今天就到这边。Thank you.